我们常听人家说女人呢是水做的，这句话呢其实有漏洞啊、哦、我应该要这样讲，年轻的漂亮女人才是水做的。我们通常用台语形容一个漂亮的女人就会说你就水耶，所以水水就代表了美。你知道吗，婴儿的肌肤之所以那么的娇嫩细致，也就是因为它含有最高 80% 比例的水分子。那这个水分子呢会随着你的年龄呢越来越下降，当超过50岁之后呢就会从原本的 80% 到连 50% 都不到。因此呢保湿的关键在于什么呢，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是活水循环。如何达到启动良好的肌肤的活水循环，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肌肤能够越来越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细致，同样的越来越加的年轻。这一款呢维金浓萃保湿精华就是能够启动我们肌肤的活水循环的关键，让我们的肌肤重回婴儿般的娇嫩跟细致。你一定要试试看。